说的都是你。有人开法拉利，有的人借钱打碟，有人和轩尼诗从不加边，有的人穿得好吃得饱，有的人挣了份华莱士直接拉鞋，有的人天天和网红在打炮，怀起了娃儿那下个月打掉，有的人几十岁点头又还要的，为了点工资陪领导在家乡。那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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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想要当那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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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你劈脸打肿。那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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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想要当那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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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子要当老总。当老